终在铁杆友谊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，已经成为中国同欧洲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典范。这次访问期间，我们将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，开启中塞关系更加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。